仓库，然后就发现了我们仓库里有几件现金都不见了，他们的东西失踪，进了我们仓库头的，失踪之后十分钟走了，只好去跟现金。你着急，捞到人着急，而且我底下全部监控，他又走不上去，大概十来卷，一卷有七八十斤了。